万伯父给我的刀，我都随身带着，就是怕万一。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，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。若是我这样死，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。可你倒好，我都吓成这样了，你不安慰我也罢，还这样说我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我就是被吓到了。你林不疑还害怕的时候，这要是跟你相关的，就没有我不怕的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20。不对啊，为何门外是26步，屋里只有20步，还有16步去哪儿了？了无忌不过是梁家的养子，梁尚身死，我只不过是暂代家主之位。梁尚与梁霞乃一母同胞，都是梁太公的血脉。等梁尚入土为安之后，我便将家主之位传给三弟梁霞。那这梁霞跟梁尚平日关系可好啊？他梁霞呢？闭嘴！梁三公子，你该不会就是凶手吧？你少胡说！谁不是我杀的？那你为何躲在这儿？还将刀如此顶着我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跑这来送死做什么？梁三公子觉得杀了我，你就能安然无恙吗？若我无缘无故在梁家失踪，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此密室甚是隐蔽，只有我知道，你能够进来，也只是侥幸罢了。他们可未必找得到，我大可以把你杀了，然后等他们离去，我再想办法逃脱。又谁会知道我是真正的凶手？我都猜得到，你还怕他们猜不到？你趁你刺兄生气之时刺死了他，想要嫁祸给曲灵君，后来你又躲到密室里来，脱了带血的外袍，换上家丁的衣服，趁乱混了出去。你此刻躲在这儿，定是被林不疑方才给吓住，所以现下想来销毁证据，对吧？你闭嘴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本有大好前程，何必冒险弑兄？你做这些错事，怕是有什么苦衷吧？我没有错，是二兄逼我动手的。他承袭家主之位，却整日沉迷于金石，完全不顾梁家家业，他根本就不配做家主。明明我才是嫡子，明明我才更有胸襟抱负，凭什么我就什么都得不到呢？啊！我已经碌碌无为20几年。他若不死，我岂不是要碌碌无为一辈子？你都忍了20多年了，为何此时铤而走险？我猜你定是受人蒙蔽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倒是有个帮你的法子。
少主公，屋子都翻遍了，程娘子真的不在。皇上，林布一位婚妻，她视我如命，你有我的命，换你的命，她自然会放了你。如何？ 动手，把这间屋子给我拆了！是。林布衣，你疯了吗？！这是娘家的老家，不能拆呀！动手！是。 梁三公子，不要犹豫了，用我当人质，你逃出去。 眼下只有这一个法子，你少骗我！我现在就把你杀了，等他们走了，我再逃出去，岂不是更安全？啊！再快一点！ 你若还在犹豫不决，等林布一进来，将这房子给拆了，你就更逃不了了。闭嘴！ 在我这儿，你们别过来！你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善儿，别过去。善儿，往后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 放了，我放了他，我还有活路吗？你莫以为所有人都蠢，把人围了。丁将军，莫要为难我族人啊！只要他放人，我便放过梁家，还有你阿母。丁将军，何苦要为难妇人？ 我梁家可是百年氏族啊！舅父，若长秋宫程娘子有何闪失，也会开罪皇后，惹怒圣上，梁家氏族也就百年为止了。子胜，我在密室看到他行凶时的血衣，凶手就是他。你住口！你不要动！梁三公子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 但林某和你保证，只要你不赏武夫，我可保你阿母平安。小儿，你别管阿母，你快逃啊！我不行，我死有拉个垫背着。你们要杀了这老，杀就好了，我绝不动容。杀！不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我早说死案不用你来查，你非要来冒险。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办？万伯父给我的刀，我都随身带着，就是怕万一。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，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。若是我这样死，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。
可你倒好，我都吓成这样了，你不安慰我也罢，还这样说我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就是被吓到了。你林不疑还害怕的时候？只要是跟你相关的，就没有我不怕的。